第十九题，乘十八题，造成此强风主要是下列何者因素？我们刚刚已经知道，这里会有风的原因，是因为 X 有热空气会上升，冷空气补过来，然后在这边形成一个局部的环流系统，这是一个空气气体的流动，这是一个对流的现象，所以这主要造成强风的因素是因为热对流，所以第十九题的答案呢，我们要选的是 B。热对流，第十九题我们答案选 B， 热对流。